棒是你的好伙伴。我们今天要来教一个很简单的小运动，而且是非常多人留言希望可以教大家的小运动。在开始运动之前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朋友，记得帮我按赞、留言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好不好？你们一定很难想象，是的，我个人 KK 本人天生是 O 型腿，所以你们羡慕的这个腿型也是我后天练出来的。那如果你是大 O， 透过今天这个小运动，你可以开始往小 O 迈进。如果你是小 O， 那你就很有可能变成一点都不 O。 如果你有 O 型腿的困扰，那么一定要跟着今天这个运动，从每天两分钟开始，而且是躺着做，轻松夹。好了，我说太早了，开心夹不一定轻松，但是夹完你看到自己的腿，一定觉得什么都忘了，满意到不得了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。一开始呢，把你的美型棒拿起来，然后什么都不用想，就是你的脚跟跟你的膝盖内侧都要夹住它。好，夹住了之后呢，拿起你的脖夹，舒服的往后躺下去，两只手就是抓住脖夹，让你的手肘着地。一只手可以先轻轻的调整一下美型棒的位置，注意咯，要让你的屁股确实的贴地，脚尖放松，轻松的朝向天花板的方向，微微的伸直，停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就直接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放松，再来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放松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跟着音乐开始吧。准备好了，开始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，记得换气。加油，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第四组咯。八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二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二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。下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最后一组。结束，是不是抖到不行？对，因为我也是抖到不行。如果呢，你是肌力还没有那么好的朋友，核心也没有那么好的运动新手们，不用担心，有可能这个动作一开始你是做不完两分钟的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每一天循序渐进，也许从今天四组开始四次。明天六次，后天八次，但最重要是每天规律的练习。那这个动作呢，可以有效的解决 O 型腿的困扰。而且如果你是 O 型腿，膝盖又常常不舒服的朋友，躺着做会对你的两只脚的膝盖的负担减少非常多哦。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让更多人知道 Kimi Bar 美型运动。拜拜。